哦，你看都是哥啦，屁股都爆开了啦！哦，野生的有这么肥吗？哇！大家好，我是明哥，看看带了什么？哈哈，今天不是在海边哦，今天哦在乡间的小路上，看看这后面都是肥皂的田哦。可是今天有点冷，平哥又快不见了。知道平哥今天要干嘛吗？今天平哥要抓毛蟹。可是哦，平哥又不会抓毛蟹。我们邀请廖先生。大家好。小水沟就有了，用夹子看到就把它夹起来，夹起来。可是哦，你今天带我这个地方，这个产很啊嘛？一定有，一定有。这是光盖的水沟田而已。重点就是在毛蟹。是在中部以北才有，中部以南就没有了。中部以南没有，真的没有了。廖先生，那我不会抓，你要示范给我看看。那有什么问题？真的啊，那我们事不宜迟了，那就走了，快走。我把头灯打开。这水沟会有吗？哎呀，这哪里破产了呢？真的，真的，来，我看到旁边好像有一个洞，一个洞，所以我们动作要很快。来，你看，你抓给我看，你抓给我看。哇！呼！下去，动作快，一下，起来！哦，来来来来来！哦，好凶哦！我看看这只是公的还是母的？母的，这是母的呢。哈，它好凶哦！你看看，连我的夹子都不……哦，装逼的，里面还有一只哦，里面还有很多只，大只的躲在里面，是吧？不对。啊，来这个，我那里有一只。我搞那个只，我昨天进去呢。在只，哎呀，搞那个只，有人在这里在变，用出来点的噻。我用夹的看看，我习惯了。这只哈，平哥抓抓看。一二，哇，你再跑了没？赶快，赶快，赶快！真的夹住了，夹住了，夹住了！哇，哈哈，哦，这只比那只更大。哦，真的有螃蟹，毛蟹呀、啊！这是功德嘞，哦，很大只呢。平哥真的现学现卖哦，这样就抓得到了哦。呵呵，当你的学徒这样行不行？行行哦。现学现卖，你看，加油啊！这么差还加油啊？快一点得了，我不用再出手了。不用啊，这个水沟浅浅的，交给你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好好好。现在这个有膏吗？有。一定有膏哦，毛蟹最主要都是吃它的膏，它的膏很赞。哦，我看到了，你看看它把它剥开了，我就马上抓得到。来，我忙夹掉呢，我一夹掉呀。我听说这个咬得很痛呢，你看。高手，毛蟹蛮多的。廖先生哦，高手就是高手，都不用夹子，徒手抓。吼吼，所以说啊，动作要很快。我有抓过鳌虾哦，还咬得很痛。我也说徒手抓，有点害怕了。咬一下就好了。这种赛术可以了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50元硬币再大一些就可以，那就都 OK 了。我以前哦，在那个花莲那一边哦。看到人家在卖，都差不多这样而已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整条路都在卖呢。正常的赛事就是抽这样子，啊，有的再大一点点而已。啊，不然你都还没有吃过，回去吃了就知道了，知道了，你会上瘾哦。不要了，尝尝就好了。也是一年一次而已啊，对不对？一年一次而已。来来来来，放下去，放下去。好好好。我刚才看很多虾子呢，也有大肚鱼。有有有，它这边的虾子，蓝色、红色、黑色三种。哦。哇，你看看这只黑色的虾子。哎，看看一只黑色的虾子哦。哇，黑色的虾子旁边还有一小虾子，在哪里？出来出来出来！哇，有卖哦，黑色的早虾呢？
听说还有红色的呢，洞那边有没有？这个速度要很快哦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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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过来，那就交给你了。好，一二，五两只嘞，两只一只，一二三呀、啊，快呀、啊，都哇啊，断掉了。有了有了有了，我没有嘞，脚没有断掉嘞，没有断掉，没有断掉，这是母的，母的母的，好像来注意、哦，那个洞很深嘞，很深哦，嗯，那个洞很深，等一下他看看，还会不会跑出来？好，那我们就去前面找看看。哎呦，虾子又蓝色的，你看看，哦，虾子好多、哦。一条水沟，我们就抓了好几只了呢。来，我再找，我再找。啊，斌哥，看你的眼力喽！哇哇，这里一只，哇，真的真的，爬过来，爬过来，爬过来的，你看看，这哦，他躲在这个这个地下下骹，我准备一下，哦，这又更大，你看看喽，哦，哦，被斌哥抓到，这只又更大嘞。你看看他的力道多恐怖，这千万不要让他夹到。吼吼！你看看，哦，哦，他的脚有刺哦，这个跟大闸蟹不太一样。以平哥看到的麻蟹哦，这个算很大只了呢，真的很大只了，这个田园小路就有了。夸张了，环境哦保护也好，他们都到山上跑下来了，小石头我们把它放掉，嘿，来，都交给你就好了，我在旁边看就好了。我要夹他，他一下子就跑下去了。现在都交给你，好好好，我在旁边看你的。哦，哦那边有一只，他让你看到，你看看那个，哦，他都从那边跑过来的呢。咦、欸，有个洞，啊，不是那个水管。一二三，哦，你看看，哦。你看，你看，现在一教就会了，我就不用出手了，都交给你就好了。很舒服，很好玩。本来他都啊吼，刚才哦会冷嘞，刚下车嘞，现在哦抓这个运动哦，真袂寒。袂啊啦，咱有咧运动着。抓这个这么简单，我要标几颗星啊？哦，不好说了，可能标两颗星就好了，因为怕他夹到了。你带平哥去抓猫尾、哦，对不对？平哥在那里玩那一只螃蟹，哦，一夹下去就不放，一直拨，真的流血。所以我们要现在有夹子啊，夹子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平哥找到一只小花蟹，花蟹哦，什么叫花蟹呢？它的两边有一个，不要不要不要咬啊，好痛啊，放你回去，不要咬了啦，不要咬了啦，不要咬了啦。我把它甩下去，怕那个，怕它会断掉，断掉那个手。你别绑我啦！哦，放了，放了一只了，还不放，放了，哦，流血了啦！不要介绍你了，好傲慢哦，咬那么久。喂，廖先生，那水到这边而已，你过去就没什么水了，会有吗？这就不一定了，有因为毛蟹它会四处乱爬，也搬山过岭，也搬山过岭，对，它也可以陆地上生活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应该有水就会有水汽就可以了。啊，那个跟过山蟹同款啊！对啊，对啊，所以移动的四界走，只要有水的所在，伊会避。它上主要是避石头旁来滴。哦，有石头缝就会钻。对对对对对。可是它自己会挖洞啊。哇，那就是旁边那个泥土的洞。泥土的洞，你只要有泥土，它就会挖，它会越挖越深。哦。所以我们要抓的时候，动作要快，只要它跑进去就不好抓了。真的，高手。对啊。哎、欸，廖先生，你看看，这是什么？哎、欸，拉，这毛拉哦！哇，这个相当水质好啊。嗯，你看看哦，这个袋子哦，不是垃圾哦，是农民装土哦，
要把水引进稻田里面的哦，挡水用的，知道吗？不要以为垃圾哦。看看，我又捡了一个，这是什么？有看到河蚌的壳哈，表示哈这里的水质很好。刚才还有看到那个咸的壳呢，那呢？来，平哥再继续找，我们哦再多找几只，不然天气这么冷哦，要赶快回去吃暖暖。可是很多泥土的地方哦，他都把泥土挖出来。那边一只，哇，在那边，哦，在这边，在这边。哦，你看看，哎，他在吃什么东西？对，他现在还不知道我在这里。咦，哦，你看你夹下去，他就把平哥的夹子，哦，两只都一直夹，一直夹，夹到紧紧的。我把电灯关掉。我真的怀疑这个小水沟就有了。哦，每次都很大嘞。说刚才哦，那个50块很大的那个哦，要放掉，可是都没有看到那个小的。没关系啊，我们等一下挑过吃就好了。哎，来来来，我的同志呢？你看看哦，这个都是毛蟹挖的洞哦，厉害厉害。真的厉害！这个就差不多了，50块的硬币了，这个就放生了，要比50块大一点点而已。对啊，来下去，那等一下把它弄里面去。哟，我怎么速度那么快啊？所以啊，动作要快。你一放下去，就一下子就跑到那里去了。这个我不怕它。我直接就把它抓起来，你看看，这只是毛蟹的小 baby 啊、哦，太小了，我把它放掉。哎，这样就好了。哇，它速度很快的，哟吼！嗯哦，你得看到多少家呢？有啊，拢飞来这。哇，里面哦石头很多了，都是石头缝。这里面哦，应该是他们的温馨小套房。哎，这里还有一只水沟流从上面上去。有有有，你看看。可是哦，有盖子起来了。哦，它里面都是他们的窝啦。好了，那我们里面的不抓了，抓外面就好了。好，那我们说真的啦，平哥也钻不进去啦。那我们就往上面找看看啦。还不知道，哇！知道了，快要跑了。哎，这个我也不怕它跑掉了。哦，这个没地方让它跑，哎，这没地方让它跑了。它因为表面没有动。哦，这只也算很大只了。哎，不要咬！我看看这个是不是蚬？这个如果是蚬，都死掉了。哎，我再找。哎，前面，一只更大的。哦。在这里啦，这只比较大哦，这只比较大，他不知道，他还不知道我要夹他，因为这里水很浅，哦，这只更大，公的，你看他的螯都是一些毛哦，放进去。水都到这里哦，对对对对对，难怪数量会那么多。它现在可能会挖洞，挖起来。哦，这有一只，我看到，我看到，你看看，这个是活的哦，不是死的哦。哦，真的呢，哦，母的，你看看，也卡这里干掉了啦。对啊，看看，漂亮，好玩哦。我错了呢。等一下，我们一样上去扮贤美。来，继续。
啊，他们长一岁了，这只脱壳。好了，你看看哦，我等一下进来，你看看，这就是毛蟹脱的壳了。刚才脱壳哈，它要长一岁了。脱壳脱掉了，啊，不要了，壳也是哈，营养分。哇，你看这是什么鱼？乌龟。这是乌龟鱼吗？乌龟。哎，对对，乌龟鱼，小宝贝。哇，很多大肚鱼呢。你看看，都是大肚鱼。没关系啊，放掉。哦，哇塞，很多大肚鱼呢，好大只哦。你们知道平哥那一只大肚鱼也是廖先生带平哥去的呢。今天呢、哦，我们非常感谢廖先生带平哥哈、哦、来抓毛蟹，体验这个经验。就说吧，来这个地方哦，小水沟就有了。我真的想不到小水沟这种就有了。对呀、啊，嗯，重点就是我们动作要快，毛蟹跑得也很快。对呀、啊，因为它有动。可是有的、哦、跑出来玩的时候，他不知道他的家在哪里，刚好那边都没有动，都没有动，就很好抓。那平哥要回家了哦，好 okay, 谢谢哦， okay, okay, 再不走、哦。看看，这只哦就比较小了，我们把它放掉，不要抓那么多。来，哎，那就马上哦，躲在石头缝旁边哦，碰到水赶快吸水。你看看，刚才那只公子在那里，父母的，让他们哦，今天晚上结婚。真的？咦，软壳的，你看看，软壳的呢嘞，哎，难怪这一只刚才没有在活动，软壳的呢，刚脱壳不久而已啦，能搞他不吧？今天给你喝温啦，平哥不怕他，因为他的螯哦不会咬人。哦，游下去了，你看看游下去，他躲在石头缝了，那里面石头缝很多。接下来呢，平哥要准备冰块跟冰水，我们给它冰镇一下。那我们剩下的呢，就交给妈妈了喽。
清蒸、干烧、酱醋，看看平哥准备了什么工具。这是以前吃大闸蟹用的工具，想不到哦，还用得到哦。外面哦，天气太冷了，今天平哥喝点热的。哦。这个不能喝太多，喝太多口呛哎。我们就吃这只公的呢，平哥喜欢吃公的，公的哦，有膏。然后呢，哦，你看黄的膏啦，哦，这个就可以吃了。哦，哇！都是哥呢，你看看，他们透明的啦，跟大杂碎一样哦。平哥先把塞拿下来，还有这个前面的嘴巴也去掉。哦，你看都是哥啦，这会不会是廖先生养的？哦，平哥哦，先来尝尝看那个哥。哇！哦哦，好浓郁哦，真的跟廖先生说的一样，浓醇香哦。我这口我要吸，嗯，哦，你看看，哦，哦，你看看哦。哦，满满的膏哦！哇！哦！好浓郁哦！哦吼，你看看。这一只屁股都爆开了啦！哦哦，你看看都油啦！不要浪费，不要浪费。嗯，哦，你们知道螃蟹也有油吗？哦，看看母的的形状哦，这里是圆的，母的哈、哦，我们的选这么大只哦，再来抓。哦，有没有看到？就看得到蛋了哦。哦，哦，阿娘喂，真正有肥的啦，上咸了吧？看看哦，应该把它剥开了哦。哦，恐怖无？平哥哦，真的第一次看到这种等级的哦，这都没掉啊！高汤哦哦哦，来来来，哦哦，你看看。母的也有红红的，也是蛋，啊那个哦也是膏，哦哦哦，这种不会吃下去，太浓郁了。林哥还第一次这样享受哎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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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果你看看，他的脚的肉这么肥啊！哦，甜甜的，嗯，那。可是平哥喜欢吃盐味的哦，你看看，哦，平哥整个嘴巴都要挤进去了，哦，哦，你看看我的汤匙啦，这都是油呢，哦，它只是哈，一条溪流哈，引进灌溉用田的水稻、水稻、水沟而已，就可以抓这么多了，哦，好了好了。我们的工作人员也要吃啦，平哥不要浪费他们的时间。好了，拜拜，再见。快快快快快！你看，这是廖先生给平哥的白带鱼哦，用真空袋装的，顶个顶漂亮哦。要吃新鲜的鱼肉啊，认清这个标章。